在马来西亚的乔治市区和笨珍市区，也有志工举办的华裔照顾户的岁末发放。在乔治市区，很多照顾户带着自己存了好久的竹筒来捐献。迎接照顾户一年一度的岁末发放，槟城慈济志工一大早就在金丝堂准备张罗。黄仙珠十多年来一直是慈济照顾户，但今年翻转手心，捐竹筒要助人。慈济大家叫我是十二年嘅，咁样回馈嘛，感恩。虽然距离华人农历新年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，不过槟城慈济志工提前和照顾户欢度新年，邀请一百多户家庭到金丝堂同欢。节目中还有一念之间的演绎，宣导茹素。原本我是每次是初一跟十五吃一天哦，结果我看了这个意念给我要多吃一个星期多吃多一天哦。希望燕师姐的女儿，她有两位女儿，大的女儿呢曾经有在书轩上班过三个月，也希望她读完了书，有这个因缘来参加我们慈济，也当我们的慈济志工。同样是过年一家人团聚的欢乐气氛，这是在笨珍的社区岁末发放，51户照顾户与慈济家人相聚，志工安排奉茶，让照顾户们的孩子有机会向父母道感恩。我一直不懂要怎么去表达，向父母去表达我对母亲的那个感激之心啊，所以慈济安排了这个环节给我，让我觉得有很幸运啦。志工恭敬送上新年礼物，尽管只是平常用得到的生活用品，但却包含了志工满满的心意。实际啊，帮忙人家很多，所以我很满意啊，这样很开心啊。点上心灯，虔诚祝福大家，祈愿来年能过个幸福平安年。大爱新闻，郑善美志工，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